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也要跟老师 Daddy 一起学习咯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学的是手指谣。今天的手指谣啊，我们要说的是小动物派对。小动物派对，所以呢，会有很多小动物在哦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小兔，小兔，蹦蹦跳；小羊，小羊，咩咩叫；小狗，小狗，汪汪汪；公鸡，公鸡，咕咕叫；青蛙，青蛙，呱呱呱；小熊，小熊，走来了；咚，咚，咚。哇，小朋友们有没有学到很多小动物的动作啊？那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哇，好棒哦！那小朋友们，老师要跟你们说再见咯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。